40岁组了两个男朋友，今天验起来两条很强，猜是赌他是双胞胎。不过这次验孕是第一关而已，怀孕还有第二关，下个礼拜六要看几胞胎有没有外孕，下下礼拜六看有没有心跳，第三关过了，小姐才归你的。那预产期大概在10月20号，那如果双胞胎的话，预产期在9月20号。